做了个梦，梦见我姐喊我吃饭了，然后我慢悠悠的过去一看，我全部的人都家里全部的人都坐满了，就等着我了。我正在这时看到一个大车过来了，他开到院子里，呀，我一下想通了，他是来拉走，要把我那个已经换新的旧车要把他拉走。我就想到了，哎，正在这个时候，他把我另外一个小推车上还有一个车要卸下来，我想你为什么把我要让小推车上车要卸下来？哦，他说要借用这个小推车，然后用小推车把那个大车把它推到那个他们来运走的那个车上，哎，做了这么一个梦。哦，这个呢是12:08录制的啊，现在就是刚才的是12:11，哎。我眼睛看到那个境界呢，一种境界呢，一种境界啊，一种境界啊，在境界下面好像有一个东西渗进去，渗进去啊，渗到那个下面慢慢渗到境界的下方啊，然后慢慢把它往上抬啊，往上抬。然后进了那个缆绳里了啊，进了那个缆绳里边啊，进那个缆绳的轨道里边，然后慢慢就，随着缆绳呢，哇，上去了啊，上到空中的飞碟里边啊，这个有类似。像一座核电厂的盒子一样，也是用缆绳慢慢斜到那个高空当中飞碟当中。这里为什么是这样操作法呢？而不是说飞碟下来就把它直接载走呢？它为了安全啊，飞碟静止在上面啊，然后把那个船舰提起来，然后上缆绳上面。慢慢挪走啊，因为那个飞碟在高空上所处的位置呢，是避开了人口密集的地方啊，然后呢，而且还比较高，然后慢慢推上去，是这样啊，是这样的操作法啊。好，我们现在等待着看，哪边会报道，或者报不报，那个境界核动力境界失踪了啊，讲的是这个啊。哦，好，哦，知道了，哎，再见，再见。